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，曾经诞生了无数繁华一时的王朝，演变出数不清的文化传奇。千百年来，这些王朝起起伏伏，生生灭灭，唯一不变的只有这片沙漠。在这片沙漠里，埋藏着数量惊人的宝藏，这些宝藏安静地沉睡在黄沙之下，没有人能够走进这里开启宝藏之门，因为这里有一群神秘的守护者，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着这片无垠的沙漠。传说守护者的领头人才有资格称为大漠飞鹰。每一个守护者都拥有一门超强的东方武术，每过20年就会决选出一个新的领袖，也就是新一代的大漠飞鹰。一代新的大漠飞鹰诞生，他的对手注定要从此远离这个地方。在这个以力量来说话的沙漠世界，胜利才是王道，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是谁。千百年来，无数的冒险家前仆后继地走进沙漠，希望能找到无穷尽的财富，可是能够走出来的寥寥无几，但唯有大漠飞鹰，它无时无刻不在书写着传奇。喂，安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严重脱稿了？我不管你是什么状况，3天，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这是最后通牒。主编，能不能换个题材？探险盗墓我已经写到麻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个浪漫爱情构想。还有爱情小说谁看呢？起点中文网的网友可是天天在期待你的鬼名城续集呀！3天，你把稿子传给我，要不然你就失业了。失业，笑死。再过一些时间好不好？我已经在写了。怎么，又被催稿了？爸。哎，你好久不回家了，明天晚上回来跟老爸吃个饭。可是我……就这么决定了，我等你。不好意思，请写猪排骨，猪排的排，猪骨的骨，我是猪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大爷，想喝点什么？我们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听说你们收东西的时候是从来不问来言。我们头听了之后，让我们带着这些宝贝穿越西伯利亚7000里冰川，希望你能给个好价钱。只要是真货，保证你们不虚此行。那你怀疑我妈的是假的？真货假货，等我们的鉴定师鉴定过之后就知道了，你等着。鉴定师一会儿就来了啊。你就是鉴定师，马其顿酒神铜器，不算美金。哎，中古世纪黄金徽章啊，不错。青铜钟，不是的。哎，这可不是你要的东西，这是我们头的闹钟，他现在睡了，所以天下太平。如果钟一响，他醒了，那你我就会很麻烦。没事，偷来的吧？哦，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。是我妈妈送给我的，一样没收。嘿，没收？是。这不是抢你们，我这是物归原主，懂吗？千万不要！不要！你千万不要冲动！别抢我！你千万别冲动！你千万不要冲动！快走！病啊！啊！哇！
我没再怕了啊，打一打就走了。你如果会痛，你就说一声啊。哎，应该挺值钱的吧？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今天找到了这个是，哦。什么陪葬也没有啊！告诉您列位，这就称之为裸葬。有人怕陪葬那么多珠宝。最近听说您这儿有一批出土的文物啊。怕盗墓最有效的。这年头，真货少，假货多。史书上记载，曹操的妻陵呢，就裸葬。哇，买那么多！老板又在送东西了，快去。平王的尸首从花爷考虑的怎么样？考虑什么呀？是不是古城啊？我已经知道地图在谁的手里了。我的梦想快要成真了，就显得理由更充分了许多。白骨，嗯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去这种地方是九死一不生。再说了，有什么镇的地图啊？这次一定是真的啊。花爷，你也不想这样过一辈子吧？如果找到那张地图，那就全都搞定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？如果你不要当着帮我，就当着帮你自己啊！啊，太公，嗯，你不怕死？不怕。那我跟你讲明白，你不怕死，不等于不死。嗯。花姐，你答应吧！呀！哥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这该送给你了。你找回来的东西都回到自己的国家了。新的案子，夏薇，嗯，你看这个，十七世纪失落的古城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拥有一颗全世界最大的夜明珠，这颗珠子就在这城里面。曾经有五个战士发现这座古城，其中有一个战士出来了，他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个人，叫大漠飞鹰。大漠飞鹰带领了几百个古代战士守住这座城，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出城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选择了走今天的桥路，要为失主找回失物，物归原主。明天是兰亭的生日，我让他来吃晚饭，你也来吧。正好吗？他应该不欢迎我吧？是你不想来。看来需要修补关系的不止我一个。妥了，你们就是别揍我。吃的时候专心点。嗯，这么烂我怎么专心啊？那你还看？那就是当作笑话看啊。哎，没有这么差吧？不是一般的差，是非常差。
书里全都是胡说八道啊，明显对考古和探险有存在的偏见，把每个人都写得贪婪的投机者。你这书啊，我看是不会卖。够了没？你还是那么讨厌，从小到大都不懂尊重别人，自以为是。哎，你爸叫你记得回去吃饭。为了你的考古，不是早就放弃了妈妈跟我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回去？是无路不欢的，现在看到路就好像看到鬼一样，撞邪了他。花爷，出来吃点东西吧，饼干吃不饱的。白果，嗯，你这大老远的把这妞弄来，你嫌不嫌累啊？哎，说你有所不知，那个土老大真他妈很麻烦的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搞清楚他的弱点是什么，原来就是这位大小姐。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他呀？啊，没有啊，你都个黑打嘛。嗯，呸。哦，这样吧，总而言之，我拿到地图以后，就来告别你，告别你吧。
喂。你跟我开玩笑啊？说好三天交稿的，我信箱都打开几百遍了，连个屁都没看到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有人吗？知道我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你妈呀！滚！骂谁的不？说大老母给了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又杀了 baby！ 我还以为老李罗找我爹，说拿你当人质。那你抓错人了。抓错人？你是作家吗？你写书的吗？我找你签个名，你忘了？抓我没有用，他不会在意的。你也错了，我知道他非常疼你，一定会来救你的。老大，人来了，来了几个？一个，就一个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们要找的不是你。我弟涂老大来了。你说老几啊？既然涂老大没有什么诚意，干脆就把他杀了算了。要不是涂老大，你以为我想救他？真的假的？我是专家，你骗不了我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爸爸要来救我，就让他自己来。我给你看看得不得啊？谁来不是一样？不一样，他不来，我不走。你爸不会来啊？他有什么借口？他为了这地图，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！为什么要骗我？我爸还约了我吃饭。没有，不可能。你知道那天晚上你没回去，算你幸运。不用看我，杀人对着我眼泪，我不会走的，我不会杀人的啊 ！I'm a gentleman。地图早点交出来，涂先生也就不会那么快死了。喇嘛，我老怪我行了。哼，看过地图的人，通通得死。但是我没看过啊。先带个山回去，快快快快！喂喂，走，喇嘛。这。
祖儿，你是不是想来救我？祖儿啊！进干嘛？先不报，现在报什么？你说什么啊？走开啊！不走。啊！快来！干嘛？可怕！叫我受不了。
大早醒来就下令追杀广场上所有的神像。他说昨天夜里被神像追杀了一个晚上。被神像追杀了一个晚上？对啊，在老大的梦里，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夏雨吧，你不是走了吗？老大，我只是想看看沙漠外面是什么。哎，没想到沙漠外面还是沙漠。不过老大，这趟我可没白跑，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我看见好多人争这个玩意儿，它一定是个好东西。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喜欢躺着看天啊。看着天空，眼泪就不会掉下来。明天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留下来。我一直不懂，一个人怎么会为了一片沙漠放弃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我不能理解。而沿着我爸爸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我想应该可以找到答案。不会有答案的，你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地图上有爸爸未完成的心愿是吗？可不可以讨论这个？看不出来，年纪轻轻功夫那么好，跟我有了比，不错不错。但是真没想到，原来这有沙漠兵团这回事。还好我是从小在沙漠长大的，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小 case 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跟着我一定没事的，不可惜啊，地图不见了。但是我看你们样子好像没什么事，那张地图是不是假的？谁说是假的？我找到。撞了就中气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跟我一样干干爹的，但是那很好啊，现在我们是同一条船了，以后呢，大家守望上柱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有什么事情你要教我，我一定帮你的。你看地图出现以后，那是什么木乃伊啊、蒙家莲啊、骑着马呢，那什么什么兵团的全都出现了，你怎么知道后面还会出现的什么呢？对吧？有事大声叫我 ，My name is Pai。讲完了没啊你？差不多了，但是万一我有事了，你也要帮忙一下，这叫礼尚往来嘛。没有了，就这样了。来来来，晚上会冷啊，咱们打不过啊，大哥，咱们大哥啊，拜拜。哎，你那朋友是不是有病啊？不是很重，稍稍顶住。嘿嘿嘿嘿，你懂了啊，拜拜拜拜，有事见我。又来了，不要紧。你记不记得以前你在练琴的时候啊，我在窗户旁边偷看，就被你爸发现了，爸把我臭骂一顿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我爸的事啊？好，不讲了不讲了。哎，喝看，今天的白痴送，喝一点就好。他的心情比较好，
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。我怎么关心你？我是说我爸。嗯。你很喜欢看书啊？嗯。书呆子。书。你啊，还好意思说书的事？怎么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去书店，就是跟你去的。第二天你就不见了，一走就十年。是不是因为我说你是偷书贼啊？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偷书给我？可能是小时候不懂事，喜欢你吧。喜欢？哪种喜欢？朋友的喜欢。不知道你原来是哪一种？对嘛，就是无所不谈的喜欢嘛，兄弟那种喜欢嘛。你看起来很尴尬。兄弟来。喝啊，最好两个一起喝醉，我就把追出去干过来。那个东西你会用吗？当然不会了，会就不用找你了。阿爷，有你在，有没有地图都无所谓了。老实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是圆不了我这个梦的。这是唯一，也是最后一次，靠你了。别费劲了，他们早把油放光了。啊切！全家在鹿原，三步寻宝人家聚集地，那里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的。是啊，那是人间仙境啊，可是也很恐怖。你没本事，你会死得很惨。我韩言，你是杀我的，你弄过，你弄过。大声点儿，帅。喂，你真的很差劲。怎么差劲了？人家给你酒，你还把油放光了，那他们怎么办？
你要同情他们了。那跟他们回去好了。你真的很过分哎。过什么分呢、啊？地图在附近。地图？嗯？小鬼，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快！闪开！闪开！小心！他们太嚣张了，竟敢来追我。你不累啊，小鬼？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定了来。老大，你看他那样。啥样啊？再出去吧。臭皮子。臭皮子，什么东西啊？听不懂。宰了你！就凭你、啊。你认识我？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。你到底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。无所谓，谁管你是谁啊？地图给我，我就走人。很想要地图是不是啊？好。你先砍断我手上的这把刀。简单。乔飞，你要干嘛？快出去！啊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这么多年一去不回来呢，原来是身边有个美女啊。我跟你赌一把。如果你赢的话，地图给你；如果我赢的话，它归我。那好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怎么拿我当赌注？这。背包给我，饶你命。
叨叨。乔飞哥哥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饼干。吃过饼干之后，你一定要回来。嗯，我想想。好了，走了。嗯，吃完饼干不要耍赖哦。你说话不算数，说好的很快就回来，为什么一去不复返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现在回来还有用吗？为什么全都变了？原本该守护沙漠的兵团全都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，连你也变了。我变了怎样？怎么了？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跑回来了吧？你们俩既然那么久没见，怎么会一见面不是吵就是打？他不讲信用，吃了我亲手给他做的饼，可是没有实现他自己的诺言。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的男人。是啊，他就是这种人。十年前一声不响的离开，十年后回来还跟没事一样。沙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全都是因为他。因为他当年输了，然后又一去不复返，结果我们这一切全都毁了。既然你人都不在沙漠里，干嘛还问沙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既然人都走了，干嘛还回来？所以到那里离开我家，去了沙漠。所以大漠飞鹰的传说是真的。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大漠飞不飞鹰的，我不想听到这个。如果你是大漠飞鹰，说真的，跟我想象差距很大。再啰嗦，我就自己找地图，你留在这。不用啊。小羽毛已经把地图给我了。这不像涛涛的个性哎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假的？哇！有东西看，有东西看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东西准备好没？你们要的货啊，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付钱。多少钱啊？5000块。5000吗？对啊，谁救大地啊？我撞钱吧，喂，撞钱这三步也没有用啊，对吗？想活命，付钱吧。给就给，要5000块那么贵吗？你为鱼翅、鹅肝啊、燕窝啊、沙心米啊。还有上好的腊肉，要不要？啊！不要就不要嘛，发那么大火干什么？他今天如果出麻疹呢，肉麻麻。
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身啊？吃完再动身啊，急什么啊？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吃。嗯，不错。不要爱上我啊！哥哥，我是来给你送行的，啊，藏了很多年的好酒了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当务不够乱是吧？每一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希望跟权利，你忘了是你告诉我的。你看看那帮混在浪人部落里的人，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发财梦，可是古城地图都没有了，发什么财呀？见鬼去吧！我给了他们希望，这不好吗？啊？很好。我相信呀，你肯定是第一个找到古城的人。你已经失败过一次了，哼，这人一辈子不会永远都失败吧？啊？走。马哥工程。哎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当当了。华姐，华姐，发财了！华姐，华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华姐，你看看，丝路古城的地图啊，厉害吧？假的，哎呀，嘎的，哎，雷了！人生活了那么久，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，就算长了也要试下。哎呀，喂，走了，他们都已经出发了，我们别落后啊，快点了。在这个世上，要能从这片沙漠给他找出来，这人一定就是乔飞。老大，可以出发了吗？不急。等他们都走光了，我们走相反方向。走相反方向？你喝醉了？那你跟他们走啊。
你真想知道吗？当然了。大头朝下立起来，我就告诉你。搞什么鬼啊？立不立啊？来，招他一下。哦，要招呼来才知道 ，unbelievable！ 来，抓紧一点。喂，哇！仔细看，看着了吗？看不到了。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真的有张脸，真的有张脸在里面呢。嘿，喂喂喂！哇，你小心点呀！喂，侯爷，我真的看到哎，真的有张脸呢。但是这脸是什么？看不到这张脸，就进不了古城。这帮人白忙活。哦，厉害，你行？没有啊，笨蛋，转过来看就可以了吗？这不是脸吗？这么轻松，你转就可以了。喂，转过来看就可以了，干嘛要我倒立啊？对啊，笨蛋，都是倒着看地图啊。雷侯爷 ，You're no good, you're no good， 你有劣迹。你还笑？站好！你笑什么？牙齿都没有还笑？哪里有不谢的玫瑰，能永远不枯萎？哪里寻找到真的相互真诚？警告你，千万不要爱上我。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想清楚，这什么喜欢？再告诉我。为了防盗，会在古城放毒。毒气上升呢，连天上的飞鸟都会被毒死。你看，只有这种吸血蝙蝠不怕毒，因为他们专吸尸体的血而活。你是说？失落的古城就在前面。你看那些云像不像一张脸？我想古城应该就在下面吧。你怎么会这首曲子？你爸教我的。他常在夜里自己吹这首曲子。我还想听。出生那年，那是爸爸为我做的曲子。我以为他早就忘记了。他没有忘。
他原本打算拿到夜明珠之后就不干，可以多陪陪你。他说这辈子花太多时间替别人找东找西的，却失去最珍贵的就是亲情。哭吧，哭出来你会好一点。哎，都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了。快，利索点，差不多了。王爷，啊，等古神回来以后，我教你打球。我打不了这玩意儿。哎，兄弟们，前面就到古城了，我们照张相，做个纪念。王爷，怎么不走了？是不是到了？有人比咱先到了，等会儿吧。王爷，知道吗？其实昨天我一夜没睡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回去啊，有多好笑！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来这里，结果来了却又想走。王爷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次来。是不是九死一不生呢？你说呢？我说当然不是了。如果是你怎么会来呢？有件事你一直都没有回答过我，那次你是怎么走出来的？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出来？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进去过呢？每个人进去都死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出来，你是神仙啊，不奇怪吗？一帮人进去到底是一帮人出来呢，那为什么你真是最后警告你，以后你再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宰了你。华爷，你不会宰我的，你要宰我早就宰了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哇，想不到在沙漠深处竟然还有庙宇的废墟。这些石像应该很值钱吧。哎，你怎么什么都想到钱啊？你是千金小姐，你当然不懂啊。哎，我们不同世界啊。不见，你还是一样功夫了得，一样鲁莽啊！你们认识啊？传说中的大漠飞鹰呢？哼，我还有样东西要还给你吗？嗯？一招决胜负怎么样？就这个。
飞鹰朝圣，我才飞鹰朝天。你赢了，赢了那场不伤友情的比赛。刚开始我很感动，哼。有天散步的时候，给我捡到一枚两面都是飞鹰的硬币，才明白被你这小子给骗了。今天你跟我再打一场，不过规矩改一下，赢的离开，输了留下。喂，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吧？我不会跟你打的。喂！要打的话，多算我一个。刀刀，我就知道。乔飞不回来的话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出现。看来真乔飞走到哪就跟到哪。哼，难道看不出来他已经有？你最好给我搞清楚啊！我从来都没想和你争。别以为你不还手，我会对你手下留情。你那么爱打吗？好，那我就陪你。太叫我伤心了，反正你这个笨蛋根本就没有心。胡颖，你玩够没啊？爸爸是来找你的，少装出那种假心眼嘴脸。为什么要等？我挡这一刀，要是能唤醒一个无知的笨蛋，我觉得值了。刀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走。喂，起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！难道是下情报兵团？
急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废话，当然是古城了，难道是地狱啊？地狱！华爷，华爷，不是地狱，你吓死人了！你有病！而不是啊，是你们呢？还有一个人呢。啊，你在讲华爷是吧？我也找不到他，他真没福气了，都到这了他才……啊，不讲他了，走 ，follow me， 我来保护你们。这什么怪话、啊？吸取尸体气味存活的相思魔语，有剧毒。看见。
干！王爷厉害哦！顶！不会吧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鲁镇来的，不是说有金银珠宝吗？你们都在骗我呢！金银珠宝呢？呀！全是在骗人的，根本都没有，根本都没有，根本都没有。你来过啊？到家了。虽然你救了大家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带走任何一样东西。我回来了。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只有这一层不蓝？小姐，啊啊啊啊！
小飞，哇，好多黄金呢！哇啦，哇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白姑啊，啊，这么多年我的心就没离开过他。华爷你咋不走啊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猜对了，这个地方我确实来过，当初是20多人呐，全死了。征服沙漠，穿过它就能找到传说中的古城。我们会掀开这片沙漠，找到文明，还原历史。好了，走。等一等啊，
焕爷，我当爸爸了，帮我孩子取个名字好吧？啊，男孩，男孩，带把的。哥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我这该送给你了。和我一起走。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。自零自八旬以来，就掀起了一股抢购的热潮，疯狂的热卖。不到一个星期，自零在盛大文学中文网上就有了热烈极大的回响。市场上出现了缺货，来请上自零的流言。蓝小姐，排行榜谢谢。蓝小姐，你这本书写得非常好，这些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来来来，哎，蓝小姐，你现在可是百度人气排名 number one 呐！我决定先预购你的五部作品，这合同你先看一下。谢谢你，我想要过自己的生活。有没有搞错？忘恩负义，忘恩拆桥！小时候想爸爸的时候，就会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，这样思念的泪水就不会掉下来。以前的我总觉得成长的每一个转弯你都不在。大漠走了一圈，我找到了方法将那段空白填满了。爸，我很想你。原来我们看的是同一片天空。我一直很想问你，我们的世界到底有什么不同啊？虽然我们是不同世界，但现在你在我世界，我可以保护你啊。我又没有邀请你啊，是你自己闯入我的世界。所以说你最厉害的是第十三把刀，我怎么从来没看过？杜老大，你说在我们手上，要把我们的话拿给杜兰王，如何传递这个图片给你？
说我像个孩子爱耍赖，风无需逞强，因为雨不在，羽毛飞飘舞在青池沙楼中，思念沙沙滴水中游，剪不断仿佛坠落万千空，是千种姿态。